今个俺都去俺婆婆干活了，我在家也没啥事儿，就领着爷来地里揪点红薯叶儿，准备蒸红薯叶子窝头吃。现在正是吃的时候，如果过几天再吃都老了。爷爷，别跑的远了啊，就搁这旁边玩，一会儿妈妈带着你去摘酸枣。这差不多够吃了，我再去泡点红薯，等会儿下边煮红薯，上边蒸窝头。我秋天的庄稼基本上都收回家了，像螺蛳呀、包谷呀、油里都已经卖了。爷爷，不晚睡了，走，妈妈领着你上去摘酸枣吃去，快点嘛。我发现这酸枣是越长越甜，这回摘着更好吃了。给姨吃吧。妈血。嗯，妈手流血了，没有事。吃了咱回家去看看恁爸给恁奶干完活没有。我骗我。我骗你啊。我不骗你，这可甜。你尝尝。你尝尝。哎呦，你还嫌弃的，那我给这都拿回家让恁姐姐哥哥吃了啊。那走，咱回家走，捞着来。妈，弄完了不对上、啊、快点呀，想想你上去。我上岗上弄点红薯叶儿，准备蒸窝头吃的，一会儿恁忙完了也过去尝尝吧。大啊，那辣锅我头啥吃了，一天你都没吃够。你这老婆说话真难听，没听就不知道。别吭气了，李佳，你先回去给那红薯叶子洗洗吧，等会我来走。中啊，有人你可不听，一个大人也成天都是你走饭，要是你炸死他了。你不是也没走饭吗？你说啥？没说啥，没说啥。李佳，你赶紧走吧。咦，这玩意你可不理那媳妇呀？我不服媳妇呀。我都不知道俺公咋跟他过那些年，咋忍受他的，真是太不可理喻了。咱们这做窝头一般用的都是死面。你回来了啊？刚才俺妈给我这辣椒，你等会儿给摘摘吧。等一会儿吧，我给这窝头先装锅里。我来弄吧。那行啊，你弄的没有我弄的好吃。嗯，你看这辣椒就是不赖，怪大的还。嗯，对上，你给篦子拿去，先给这红薯倒了。好，这等会儿再掺点蒜汁，吃都带劲很。还有咱那辣椒酱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一会儿姐跟咱应该快回来了吧？快了。哦。他们应该都没有吃过这东西。可是。出锅。啥呀，爸？这是窝窝头呀，咱小时候经常吃。我知道。来。这是。那是红薯。来吧，给这个蒜汁弄着溜，吃带劲的很。来吧。爸，我看着实在是吃不下。那你吃红薯吧，俺吃。来，尝尝，带劲很。就是好吃。是吧？嗯。那跟你要恁挑食。刚才姨还吃好几个呢。嗯。再弄点蒜汁，弄点蒜汁吃。嗯。这我跟你说，我也没有吃过这。我后悔，俺小时候老好老吃。回头见吧。好。你看俺恩子都不挑食，都跟恁一样一个二个。